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在尔湾，加州的尔湾。今天是下雨了，所以，晚霞是非常的红啊，看着非常漂亮啊。看看这个彩灯，二层的小楼，然后这种，然后这边是送这个 UPS 的，有送这个东西。也还是穿着的短裤，还是比较那个健康啊。看着这个，看着这天边的彩霞，非常好看啊！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看看这种彩霞呀。不一样的彩霞，红遍了满天的云彩，满天的云朵。